强征和奴役劳工使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，对包括中国、韩国等在内的亚洲国家人民犯下的严重人道主义罪行。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，不容否认和篡改。日本应当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历史，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问题，在此基础上同亚洲邻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。